学，请坐啊，请坐，请看《菩萨问名品》第五大段，福田甚深。我们看默首菩萨记诵第四首。如有才智王，能令大众喜，佛福田如是，令众心安乐。清凉大师在著书里面给我们指导的这首偈，王喻，王是过往，用这个过往啊来做比喻，比喻体内方便，终得实乐，上二喻，这个两种比喻就是幻喻跟王喻。这两种比喻，佛巧称无极，巧是善巧啊，就是其一切众生的根基。那么这两首偈都讲到得乐，得乐呢一定利苦啊，利苦才能够得乐。前面我们读过的是以巧幻思啊，就是变魔术，这个比喻，比喻这个世尊呢，为了戒引教化众生，在无山而建立三乘啊，无三是实际上来讲呢，没有三乘的，哪来的三乘呢？三乘是全巧方便建立啊，所以比喻是体外方便，就是佛教化的这个设施啊。有小乘，有中乘，有大乘，啊，乃至于佛说法，有十二分教，啊，这些呢，都是属于体外方便。那么这首偈呢，更深入一层了，讲体内方便，啊，体内方便呢，终得实乐，这个实是真实啊！前面所讲的法喜，你在这个啊，像我们读书，你在学校里面很欢喜，离开学校。如果踏进社会了，不一样了啊！所以一个人在一生当中，读书的时代啊，是一生的黄金时代啊，在求学，踏进社会不一样了啊，个人际遇不相同。怎么能够保持在一生当中都能够利苦得乐，那就叫实乐。所以用过往做比喻啊，王代表什么？自在呀！啊，他在这个国家发号施令，别人都要听他的，他不必听别人，
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国家的王自在，王有自在的意思啊，用它来比喻啊，这个王有才有智啊，有才干有智慧，能令大众欢喜啊，欢喜一定是得乐嘛啊。今天我们讲安和乐利的社会啊，平安和谐快乐啊，利益悬殊不大，这个社会多么美好啊！啊，那是有才干、有智慧的国家领导人才能做得到。啊，那这种政治，那就是历史上所讲的盛世。啊，那么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出现过不止一次啊，汉朝文景之治，唐朝贞观之治，开元之治啊，清朝有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这个三朝盛世啊，真的是做到了安和乐利啊，一定这个王有才干有智慧啊，全国人呢都享他的福 啊这个叫一生的路，真实的路啊，用这个来比喻佛有善巧方便啊，佛教化一切众生呢，切机切理呀。注解很简单，清凉帕斯大师唯恐我们这个体会有困难，还再加个小注，注解的注解，抄。啊，我们看抄里面所讲的，体内方便者，啊，上面一首是体外啊，啊，即佛全知，啊，见思差别，借体上大用啊，为体内方便啊，这个叫什么叫体内方便，什么叫体外方便，清凉都给我们说清楚了啊，体外是教学的设施啊，好像我们现在办学校，哎，办幼儿园，办小学，办中学，办大学，这个教育的设施，这属于体外的，体内是我要怎样教他啊，幼儿园要怎么教，小学要怎么教，中学要怎么教，大学要怎样教啊，那这个里面就是课程的设施啊，教学的方便了这个是属于体内啊，无论是体内跟体外啊，我们今天讲教学的制度、教学的方法啊、教学的内容、教学的效果，总而言之无非是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
啊，所以诸位啊，你细细去看看经典里面所说的，是不是教育？啊，现在人不知道啊，不晓得佛教是教育，而把它看作宗教。啊，什么是宗教？宗教是什么？几个人能讲得清楚呢？啊，知道这个名词人很多啊，会说的人也很多啊，但是要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我看这个人就不多了。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啊，我从开始学佛的那一天啊，我的老师把佛教教给我啊，介绍给我给我说，这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。我跟方斗美先生学哲学啊，他教给我是从西方哲学讲起啊，西洋哲学啊，给我讲哲学概要啊，西方哲学介绍完了之后，介绍啊，中国啊，儒家的哲学、老庄哲学啊，到二陈啊，王阳明哲学第三个大单元呢，给我介绍印度哲学。印度哲学里头最重要的佛经哲学啊，我学佛是这样入门的啊，是从学术里面进来的啊。老师告诉我，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你看看这个偈颂，这两首偈，前面一首能令众欢喜，这一首呢能令大众喜，这不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吗？啊，而方先生一生在大乘教学里头啊，这些典籍，典籍是教科书啊，他最喜欢的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，他把这个经特别介绍给我啊，他说这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呢教学的总的概论呢。总论，佛法总论，啊，我们今天讲佛学概论，啊，特别把这个书介绍给我，啊，那么在中国历代祖师判教啊，也把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称之为啊根本法论。啊，佛法里面讲法轮，实在讲就是教学啊，究竟圆满的教学啊，轮是代表圆满啊，轮也代表佛法教学中心的理念啊，那个中心的理念
在现代科学才稍稍有一点切入。啊，中心理念是什么呢？空有不二啊，动静一如啊。啊，这用什么方法能够显示出来呢？语言，我们几何里头讲的语言就是人。啊，你看人，啊，这个现在大家学过几何，你都知道啊。啊，圆周有啊，圆心空啊。有没有心？决定有心。心在哪里？找不到，决定找不到。啊，你点成一点，那个点是个面积，你在显微镜上扩大是个面积。啊，所以那个点是个抽象概念。点移动就是线，线也是个抽象概念，哎，但是线移动成面那就很具体了。啊，点是空的，啊，所以说明是心是空的，外面圆周是有啊，空有不二。啊，圆周的像是动向，是个动的。你看，人是个动的，圆心是静止的，圆心不动。啊，所以用这个做，现在讲做标志啊。啊，外国人叫 mark， 啊，我们现在叫标志。啊，用这个来代表佛教的教育。这个图案很好啊，真正是非常难得了啊。那么我们就称它为法轮，法轮就是代表佛法，佛法是空有不二，动静一如啊。所以大乘教里面终极的目标，哎，入不二法门。你什么时候能够正其如啊，正实空有不二，动静亦如，我们俗话说呢，哎，你得到了，你成佛了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么在我们的身，这也是讲养生之道啊，都是自然的法则啊。我们一个人要是懂得养生呢，身要动啊，身是什么？身是圆周，这心要身要动啊，身要是不动啊，身体就坏了啊。现在人讲运动，对的，身要动，可是心要静，心可不能动，心一动就坏了。那么现在一般人的时候，虽然着重于运动啊，但是他心里妄念不止，啊，身是动啊，心也动，啊，所以他得不到真正的健康。啊，真正的健康的时候，要懂得身动心静。啊，你看中国古时候这个运动，像打太极拳。打太极拳就讲究啊，就跟这个佛法相应啊，心静啊，要一念不生，生动啊，这对的啊，心永远保持清净啊。《坛经》上六祖大师讲得很好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，那是讲的心啊。那么佛法讲到行门，你所学习的，你怎样才能够弃入啊，悟入，这
一定要放下了。放下了，不是身放下了，身要动啊，不是身放下，心。啊，心里面的妄想杂念、忧虑牵挂，通通放下。你跟心就相应啊，心就是本性，真心这个大乘教里面讲心性能现能变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他变现的啊，都是心性变现的，离开心性无有一法可得啊，我们的身体心性变现，芸芸众生也是心性变现的啊，山河大地万事万物乃至于虚空法界离不开心性的啊，华严经上说得好啊，啊，这些东西啊，宇宙法界众生从哪里来的呢？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，心是空的，什么也没有，这所有一些物质啊，连这个虚空，连这个时间都是无中生有。这个有既然是从无中生的，那有还是真有吗？不是真有。所以佛法称有，称妙有，称幻有，不是真的。那佛法里面讲的真跟妄，它的定义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什么叫真呢？永恒不变是真，凡是其变化的，无论它变化的快或者变化速度慢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都是幻象，都是妄象啊，所以佛法称它做妙有，妙有非有啊，是讲的法相啊，真空不空啊，是讲的法性啊，真空不空是讲心性啊，就像这个圆呢啊，我们用这个来做比喻。这个圆，讲真空不空啊，讲圆心，它能变化，能变现啊。啊，所以它确实是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它能够变现，真空不空。妙有非有啊，这是讲法相。法相虽然是有，你不能说它没有，但是它并不存在。这个道理很深很深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个人的身体，也活了几十年了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我们六根接触的境界，这明明是有嘛，怎么能说没有呢？这个有是幻有，不是真有。啊，为什么不是真有呢？刹那生灭了，刹那不住啊。啊，那个生灭的速度之快，我们没有法子想象，
啊，所以佛经里面常讲呢，不可思议。啊，你没有办法去想象，啊，这个思，我们从佛经跟科学的这个发现，在前面都跟诸位细说过啊，啊，我记得讲过好几遍。你要了解事实真相呢，你才知道佛经上讲的真实。啊，你能够把这些真相明白了，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你就得实乐，真实的快乐。这个快乐不是苦乐之乐，苦乐两边都放下了。这叫真乐，实乐就是真乐，啊，也就是孔夫子所说的“不亦乐乎”。啊，乐不是受外面的刺激，内心里面生的快乐。内心里头为什么会生快乐呢？快乐是性的。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，只要你见性啊，这种快乐就时时刻刻现前，而且怎么样呢？而且永恒不断啊！我们佛家讲的法喜充满啊，啊，长生欢喜心啊。这是真正的乐 啊！快乐的内涵是慈悲啊，慈悲有真乐 啊！慈悲遍法界，善意满娑婆啊。他怎么不快乐 啊？这个时候诸佛如来佛佛天佛不是独乐，佛给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同乐，这是性德圆满的流露啊。那么众生迷失了自信，他在生活里面所感受的是苦，不是乐啊。迷失自信苦啊，有不少众生呢，在苦中不知苦，啊，那是什么呢？就好比我们一般所讲啊，麻木不仁，他不知道啊。佛讲的三界痛苦，三界就是六道啊。佛眼睛菩萨眼睛看这个六道众生只有苦没有乐啊，六道众生有的时候感觉到很快乐 啊，那是什么回事情？佛讲了，那是你那个苦啊暂停啊，暂时这个苦不现前，你觉得很快乐譬如说我们这个身体，身体很麻烦的，你看看每天要吃三餐，
一餐要没有吃啊，你就苦了啊，饿的苦啊，这是不是真的？两餐不吃，三餐不吃，那你就很痛苦了啊！你三餐饭吃饱了啊，这个苦把它控制住了，你觉得很快乐啊。明天到时间你不吃，这个苦又现前了，这不就等于人害病啊？到时候就要服药啊！啊，所以佛法把饮食当作药食啊，你在服药啊！啊，绝不是晚饭是药食，你要懂得三餐都是药食啊。所以佛说。三界里头，欲界苦苦、坏苦、行苦，三种苦统统具足。啊，欲界六层天以下，没有一个人能避免呐。你哪来的路？佛家讲。苦海无边呐、啊，说的一点都不错、啊。色界天，对于五欲六尘的享受，他放下了，啊，对这个毫无留念了，啊，所以生老病死、爱别离。怨憎会，求不得，这些苦啊，没有了。啊，这个没有跟诸家展示的，也不是永久的。啊，色界天人呢？啊，色界天人他有坏苦。啊，色界天人不需要饮食，也不需要睡眠呢、啊，神思多了，但是什么？他有身体，啊，他有居住的环境，啊，居住这个环境，时间久了会坏呀、啊，啊，你说我们现在住这个房子。建得再坚固啊，一定的时间你要整修啊，要翻修啊。啊，我们在这个香港这个街头常常坐车的时候从那里经过，你看看许多大的阴架了，在那里油漆粉刷翻修。啊，一般的房子大概是4年到5年。就要重新粉刷翻修过一次啊，那这是坏苦啊，啊，太久了这个房子会倒啊，啊，中国古代这个建筑房屋是非常讲究的，所谓是真材实料啊，啊，因为他们这个房子建好之后啊，这个使用的时间啊，一般标准呢是300年啊，当然这个里面有不少次的翻修，可是300年之后啊，房子维持不好的话，还是会倒下来。啊，这叫坏苦啊！那身体呢？身体有寿命。色界天人寿命虽然长，寿命到了还是要死啊！
啊，那苦就现前了，有坏苦，有行苦。啊，行苦就是我们常讲青春不住啊，随着时间呢，它会衰老。啊，这是讲色界天人。啊，你说他没有得到实落，啊，没得到真实的落。再往上去呢，无色界，啊，这个是真正高明。啊，老子他老人家懂得。啊，我们看这个老子五千言，啊，这就一般人讲道德经啊。啊，他曾经说过，无有大患，未无有身。啊，他说我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呢？我有个身体。身体是累赘呀。啊，那人要没有身体都好。色界天人有身，不需要饮食，啊，不需要睡眠，他有身体，所以有身体就有坏苦，啊，无色界呢，这是最聪明的，身体都不要。那么诸位想想，身体不要了，还有没有我啊？有我 啊我要是没有了，哎呀，那他真成功了。身体不要了，我还是有。我们一般人称为灵界啊，中国人讲灵魂呐、啊，佛法里就不叫灵魂，叫神识。啊，存不存在？存在，但是它没有物质的身体。啊，那这样就是坏苦也没有了，啊，你看苦苦没有了，坏苦也没有了，可是怎么样？行苦。什么叫行苦呢？它不能永恒保持。啊，我们知道，佛说过，色界天呢？最高层的是非祥非非祥处天，寿命八万大劫，那个寿命是正常啊，那确实是了不起啊，因为佛在经上说了，一个大劫是这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，那八万大劫呢，这个世界沉住坏空八万次啊。我们不说这个大的世界了啊，我们就讲是这个银河系里面的小星系，像我们这个太阳系啊，这是个小星系。这个小星系要是沉住坏空八万次，这个时间很长很长啊。可是时间再长，它有到的一天。时间到了之后，它的定功失掉了。失掉之后，它不能再往上去了，那只有往下堕落。这辛苦啊！不识究竟啊，不识真路啊。佛体内方便呢，是帮助我们一切众生得到实落，实落是永恒的。用什么方法呢？修行正果。啊，正到什么样的果位，你得到实落了？实在讲，三种果位都是实落。啊，这个里头呢，就是有圆满，有不圆满。啊，小乘得的是实落，永远不会堕落在六道轮回。
他生活在四圣法界，不会再到轮回里头来了，永远超越六道了，这真实的路，但是不究竟，不圆满。必须还要往上提升，要破尘沙烦恼，要破一品无明，超越十法界了，是真了，超越十法界了，还不究竟，超越十法界不错，法身菩萨了，捏入了诸佛的行列了。现在一般话说加入诸佛的俱乐部了，你不究竟不圆满，在这个阶段里面，华严经上讲的有42个等级，这些等级都是属于体外方便，你看大的来说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妙觉，诸位要知道这都是假设的，就像那个乔幻思一样假设的，你可不能执着真的有，那你就错了。不断向上提升呢，那就是放下无明，无明有42品，一品一品的放下，通通都放下了。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，失落真实之落得大圆满，佛确实能令大众喜啊！现在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就是九法界众生相不相信，肯不肯跟佛学，是不是真的认真跟佛学？不但在我们人间呢，天上也如是啊，乃至于四圣法界也如是啊。接触佛法，对佛法也很赞叹，也很认同，未必相信。相信了，未必能懂。你了解多少？了解明白了，未必能接受。接受是什么？是依教修行。依教奉行呢，接受了之后未必能精进，你看多少人接受了学习懈怠懒散，到最后还是敌不过欲望的诱惑，退转了。古今中外呀，我们细心观察，在这个地方淘汰的人有多少？要坚持勇猛精进不退，他才能有成就。
一层一层淘汰，到最后成就的真是凤毛麟角啊，没有几个人能成就啊。啊，可是诸佛如来慈悲到极处啊。啊，佛家常讲佛是门中不是一人，这慈悲到极处啊。所以佛陀教化一切众生没有时间限制啊，生生世世啊，我们这一生有这个殊胜的机缘，遇到佛法了啊，遇到正法了，我们能信能解能行自己感觉很幸运呐、可是要晓得，这不是一生一世的功夫。过去世中啊，不知道经过多少生多少世熏习啊，接受佛菩萨的照顾啊。累积到今天到这个时候啊，才有这么一点表现啊，成绩表现吗？得来真是不容易啊，这一生啊，如果我们很幸运啊，就像善导大师所说的，三杯九品呢，总在遇缘不同啊。我们遇到的缘非常殊胜啊，内缘外缘，内缘是清音缘，所缘缘无间缘，外缘是增上缘，内外缘都非常殊胜，这一生肯定往生。这一生当中你看到这个这么殊胜的结果啊，你要是有前后眼，你看这个人过去生生世世啊，不知道多少生多少劫修净土啊，啊，这也是成就了，累积的功恨累积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那我们看看这一生当中懈怠懒散，哎，他也来听经啊，也念佛啊，但是不能成就啊。我们知道我们过去生跟他现在一样，那我们这一生能成就，他也许来生后世啊，再遇到殊胜的这个内外缘成熟，他就成就了。这一点我们要明白，我们要学佛，佛有耐心啊，绝不着急把现在所有人在这一生当中通通都得度，度不了佛有无尽的智慧，无尽的德能啊，无尽的向好也帮不上忙啊，还是得按部就班，就像我们教学哦，这个小孩很聪明啊，幼儿园的，我们能不能把他送到博士班去念，几天就毕业了，不可能啊，还是很有耐心让他念幼儿园，念小学，念中学，念大学，去念博士班啊。我们今天看到成就的，就好像你到博士班去参观，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，哦，他们今天学位拿到了，成就了，你不知道过去
辛辛苦苦念了20多年来啊，才有这么一天呢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啊，对于佛法的修学有希望，我这一世不能成就，有来世啊，生生世世有希望，对现前呢有信心。只要有希望有信心，他的成就就快了啊！这一生不能成就，来生后世啊，很可能他就成就了啊！为什么呢？那个希望信心是很不容易建立的啊！有希望有信心，就说明这个人多少有定功，有智慧啊，没有定慧也，在佛法修学上，希望跟信心是很难建立的啊。你看，一般人学佛还是半信半疑啊，纵然有坚定的信心，遇到逆缘或者遇到顺境，他信心还是会动摇啊！可见这个难呢，不容易啊！佛永远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！佛不勉强你啊！这种教学的精神、教学的理念、教学的善巧方便，我们通通都要学啊！要为一切众生去策划了，去设计教学的仪式、教学的方法、教学的内容啊，教学的效果，面面都要为他想到啊。那么说到教学，在当前最迫切需要的师资佛教教育衰微到基础，什么原因？佛教教育的基础是儒家，是道家了。道家今天衰微了，佛教是师道啊，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。从前孝道儒家在教，教得很有成就。有孝道才有师道，没有孝道的师道哪里去找啊？所以今天我们学佛不能不重视儒教，尤其要重视基础教育。那就是实学，那就是真落啊！基础教育
儒家落实在《弟子规》，佛法落实在十善业。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没有十善业，你决定不能成就。啊，那十善业呢，是建立在《弟子规》的基础上，没有《弟子规》，十善业做不到啊。啊，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从《弟子规》下手？啊，有很多人问我，今天我们学佛从哪里学习？啊，我们办学，办学最这个学制啊，要多少年比较合适？啊，我直截了当说，至少9年。啊，没有9年，不能成就。9年当中，前面2年，伦理道德的教育，啊，就是学《弟子规》，学十善业道。2年的时间呢，100%的落实，你才能学你的本科，啊，你的本宗，啊，最后4年。选择一部经论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你才能有成就。好，这首偈我们就讲到此地。现在时间到了。